看一下这里面的麦基，哎，放了几个在这里面，咋样了？这里有一个，跑了。他这个东西就是这样，有，状态非常好。还有两个嘞，这东西很容易把它踩到。还有两个躲在哪里了？跟野外一样，我这环境很难找。干嘛？门开了，找不到这两个，只发现了两个，躲在这个草里面根本看不到。这墙，哦，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，食物吃完了，给它加了。状态很好。还有一个嘞，我这小个环境都懒得找。哇，四个在这里，四个都在这里。这个环境真的适合养这个东西，状态多好，要搞点食物过来。一个是一见到人就趴地上，又趴地上了，起来了，他知道我发现了他，他就要起来。过几天把另外的六只也放到这里。打起来还吃饭呢。看没有，这个翅膀有问题，小子被鸭子啄了。这里面真的是适合养这个东西。好的很。